大家好，我姓戴，最近呢我卖掉了两栋房子，经过了Realty 这个 company， 他们呢起先我这个房子呢放了另外一家的 agent， 给我放了差不多半年以上的时间都没有消息，这经过了两次的的介绍，但是呢都没有成功。后来呢我看到了广告，Rudy 在1300的广告，他说他们随时都有7000多个的 agent， 包括 buyer potential buyer 会来买这些 property， 所以呢我就找到了这家公司，它叫做 Rudy Kasuma， Teamwork。 见了面以后呢，我觉得他们很有诚意，我很快就上一个authorization 给他们去处理。结果呢，短短的差不多在一个多月左右，他就找到 buyer。 我对他们这个 teamwork 非常满意，他们非常有效率，而且他们把我所要问的问题他们都很快的告诉我，所以我对他们的效率非常满意。下次再有机会的时候，我还是愿意继续找他们帮我处理我的房地产。这就是我真正的状况，谢谢你们。